奇亚籽坚果藕粉羹直接往里倒，把握一下它的量啊，能吃多少咱们冲多少，今天多冲一点，哦，不少了。姐妹，这款是颗粒状的藕粉哈，直接用开水去冲的，它有一点香甜味的，香甜味道是红枣的香甜。这一款是咱们家比较清甜丝滑的，饱腹感最强的一款，也是脂肪含量最低的一款，所以适合减脂代餐的宝贝。来，开水马上就开了，咱们冲藕粉，直接加开水啊，开水要到藕粉的2倍，我今天加的有点多，粉倒的有点多啊，然后咱们多冲一点。给它搅拌开啊，快速的搅拌。其实这个也不宜冲太多啊，因为搅拌的时候别烫到手啊，太满了容易烫到手啊。哇，看，快速的搅拌啊，完全变质透明状就可以吃啦。里面还有红枣，今天我们加点小鱼圆儿，这个提前煮好的啊，满满的食欲不？嗯，好好吃。鱼圆是不甜的啊，没有夹心的，低脂的，就是什么香鱼、地瓜还有。紫薯做出来的，低脂低热的，太好吃了！这样特别有嚼劲，没想到鱼圆跟咱们这款藕粉更配哦。好好吃系列，每晚代餐就吃它了，59.9元3桶，一个杯子，一个勺子。